师长，糖放多了。乐城178师的郭勋奎还在389高地死撑。 是的，长官。这个郭勋奎还真是硬气，要人没人，要粮没粮，还能带着部队撑到现在。长官，这郭勋奎先后三次请求增援，我们要不要派兵增援呢？增援？178师川军的精锐，这川军呢，桀骜不驯。 天生反骨，他们的总司令刘湘就让委员长很不放心。当时西安事变，他就支持张学良、杨虎城，后来还跟其他几个军阀勾勾搭搭，图谋不轨。这个郭勋奎就是刘湘的部下，自从他来了我们二战区域，一直跟我们不在一条战线上，不是一个心思。如今日军进攻乐城，兵锋正盛。 我们的后备部队还有别的用处，就让他自己跟日军去耗着，能耗多久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我现在命令你，给我死死守在阵地上，不能后退半步。师长，薛勇，你们几个不在阵地上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师座呀，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命都没了，咱撤吧。撤。 我身后是乐城的百姓，今天就是死，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。师长，师长，救命！师长，兄弟，兄弟！ 师长，薛勇那小子跑了。人各有志，随他去吧。